我是钱小豪，咁我喺香港出世嘅，好土生土长嘅，咁就系我1963年。咁至于我学武术嘅过程，就系大约系喺10岁嗰个时间。咁我嗰时系住喺一个村里边嘅。咁我嗰时我就喺我隔篱有个师傅，佢又学呢个叫国术，叫做大圣劈卦，系属于北方拳，系呢个后拳嘅一类。咁就好細個就好仰慕佢，因為佢係喺呢個我師傅係1973年喺呢個東南亞比賽擂台冠軍嚟嘅中量級，佢叫冼林旭。咁一路好想哇，見到嗰時，因為我哋嗰時70年代嗰個風氣係比較中意功夫啊，即係都幾受李小龍嗰個影響。咁啊見到我師傅哇，又係喺擂台嗰邊攞到冠軍啊，又好又係隔離鄰舍，咁就好細個10歲就拜咗佢門啦。初就学套拳啦，即系好传统嘅中国功夫啊，套拳啊、招式啊、兵器啊，咁一路学。咁学到我大概系13岁到啦，咁就我就转打呢个叫做国术擂台赛啊。國術擂台賽啊！嗰時都係因為個年紀唔夠嘅，但係我嗰時生得高大啦，嗰時都係要18歲先報到名，但係嗰時我係14歲喎報名去打嘅，嗰時打個輕量級，咁好好彩，咁打咗2場比賽都攞到啲獎牌翻嚟咯。咁啊，自從攞完獎牌之後咧，跟住我就再入呢個邵氏武術訓練班，因為嗰時要訓練半年嘅訓練班。咁就我大概係訓練咗2個零3個月到啦，咁就張徹先生嗰陣時喺呢個70年代裏面係一個幾係點講啊，叫大師級嘅導演啊，功夫大師級嘅導演武俠片，咁佢落嚟就係揀新嘅演員，咁我好彩，我喺訓練班2個幾3個月就俾佢選咗出嚟，喺佢嘅電影裏面做其中一個角色。咁因為張徹導演嗰時咧，就好中意拍啲群戲嘅。佢嗰部戲咧，唔係真係一個主角啊，可能有5個主角啊。咁其中我就擔任其中一個主角。咁我新人自演京京咧，咁啊好彩，因為我覺得張徹先生咧，佢係比較一個其實佢專拍係動作武俠片，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文人嚟嘅，因為佢係將佢嗰種中國文化或者嗰種浪漫啊情懷咧，係擺喺武俠片度表達出嚟。咁啊變咗佢唔係純粹話真係一個武俠片，佢裏邊真係好多係兄弟情啊，或者真係俠情嘅電影啊。咁啊後期吳宇森個電影都有好著跡啊，張徹導演嘅影子喺度。我真係好榮幸啦！咁啊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其實我細個咧，除咗係未睇中意睇李小龍嘅功夫電影之外咧，我中意睇武俠片咧就係張徹先生，因為我第一部睇嘅叫《獨臂刀》咧，黃宇大哥做嘅《獨臂刀》咧，係我爹哋將佢配合睇武俠片，咁啊成日帶我入戲院睇，咁我接觸武俠片咧都係睇張徹先生。點知我第一次入去邵氏訓練班去拍戲，估唔到第一部電影就可以拍到張徹先生嘅電影。咁我好覺得自己好運咯，咁就一路咁啊跟阿張徹拍咗大概有7部電影到啦。咁啊7部電影之後，張徹先生佢就比較係已經開始減產啦。減產，咁我哋就開始，因為始終拍戲嘅嘢都要拍完呢組，我哋都要去外邊嘅世界學第啲嘢。咁我就轉咗喺出邊拍第啲電影。咁啊張徹先生就去咗國內拍佢嘅武俠片啦。李連杰啦、余和平啦，咁合作一部戲叫做《太極張三豐》，咁就係啊，仲有楊紫瓊。咁裏邊嘅戲個故仔就係講少林寺，我錢小豪同李連杰兩個係師兄弟，好好感情。咁喺呢個和尚仔啊，我哋叫嚇做和尚仔喺少林寺入，好細個入咗少林寺做和尚。咁基於我哋兩個基於係點講？係因為有一次係得罪咗啲少林嘅導師，咁啊同少林寺俾人講出少林寺兩個，咁啊流落咗喺江湖。
咁喺江湖點樣去成長一個古仔？咁咪變咗我同阿李連杰就分道揚镳，佢就去點講啊？佢就去過翻啲平凡嘅生活，但我一個唔甘心呢個平凡生活，我係走咗去投靠當時嘅朝廷，希望做官，有自己嘅因為嗰陣時兩個武術咁好，我又武術咁好，投靠朝廷，希望喺朝廷發展到做咗官。咁啊一路俾我有機會就爬到去做到將軍啊！點知係因為當時個嗰個政府係要要剷除少林寺嘅，咁啊變咗我係少林寺嘅人。我去到做咗官之後，我一定要為咗我個身份，為咗我嗰個利益，我都一定要剷除少林寺。咁啊變咗我對呢個同由細玩到大嘅李連杰變咗有個衝突。咁啊，最後尾就兩個由好兄弟就變為仇人。嗰時係好第一次同余和平合作。咁啊，余和平就係去揾我嘅，去揾我嘅。咁啊，可能睇過我以前有啲動作電影啦，或者係咩殭屍先生啊，咁張徹嗰啲戲，咁可能睇過，咁啊叫我嚟，咁啊話可唔可以今次反串做一個壞人啊？咁啊，咦，我都覺得幾好喎，咁啊未試過喺電影度做一個壞人，咁啊尤其一個大將軍，咁啊又佢唔係話一個即係咁表面嘅壞人，即係同李連杰係好多對手，由細個玩出生入死玩大，最後尾兄弟變為仇人，咁我覺得個劇本都幾吸引咯。咁啊，接咗呢部戲做啦。當佢喺第一日叫我去 casting， 上公司，佢講呢個故仔俾我聽。我就知道是去點樣演繹嘅啦，至於咧點樣去準備去打呢、這個，其實我哋喺未開戲之前，我哋都有幾日去溝通，就係、是、好。如果係咁樣，我中意點嘅打法。如果我係做個將軍，我就唔係咁隨便去出嚟就打一餐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出嚟就會同人去打嘅。除咗係遇到高手，咁我就講如果係一係唔喐。一喐就會打得好犀利。其實我每拍一部戲，當你我要拍到個鞋脆功夫片，我就將自己當係一個鞋脆嘅人去拍。係如果真係一個好係好好真實嘅角色，或者係一個好要演嘢角色，我要將我嘅諗法，如果我係嗰種人，我會怎樣去點樣去諗，點樣去演繹，點樣去打。咁啊，呢個係因為演員我冇一個方就可以擺喺我要拍呢種戲，我就點樣演繹嘅。咁我就要睇下導演同我講呢個角色係咩人，係一個壞人啦，係一個要報仇嘅人啦，或者係一個要一個武林正宗做師傅啊？你點樣去打法，其實都要諗嘅，即係每種打法你都係要有思維。就算我哋打到個動作，你冇個神態，你唔似嗰個角色，你打出嗰個形態模式出嚟，你都係唔似師傅就唔似師傅。因為係好多嘢，因為電影武術，我覺得都係要靠演技去配合。所以我每部戲我都會同個導演傾，導演話想要求我點做，係咪咁做會好啲呢？如果我係做一個壞人嘅，咁我覺得導演可能會唔會咁樣會好啲呢？可能我就唔好太過殺殺殺，只我走埋就一刀斬死佢，咁就可能個戲味會好睇啲，唔使打咁多。即係呢個係即係每個人心得唔同啦。即係呢個係我意見，我覺得就係每部戲我唔會一定諗住去點演繹先嘅。裏邊個打鬥我都幾中意嘅，我都幾有某方面我幾中意嘅，某方面。尤其喺呢個軍營同李連杰 ending 打嗰場，我幾中意打，
幾中意嗰場。喺太極張三豐嚟講咧，最動作反而我覺得都唔係太過辛苦，係拍戲嗰個過程辛苦。因為拍戲嗰個過程係因為好多時就係我要著一個好重好重嘅盔甲，戴咗好重嘅帽啊，做一個將軍，咁啊變咗好多時就要打嗰陣時啊，要跳上話同阿李連杰打或者同楊紫瓊打嗰時咧，係喺啲特別嘅佈景上邊，可能喺個竹棚上邊啊，一個竹架上邊啊，要打咁啊好多時喺個空中吊住個威啊，吊咗成。六個鐘頭啊，七個鐘頭啊，至放翻嚟放食飯，食完又吊翻個威亞，跟住又開風扇啊，放煙啊，放啲灰塵啊，咁成身污糟邋遢，跟住又要記住佢點打啦，咁就係比較係過程辛苦咯。其實個動作我覺得唔係好辛苦，係吊威亞啊，同埋個一場戲好短，一打一場戲可能都要拍七日八日或者十日。咁啊，拍場 ending， 我哋拍咗個半月，我記得同拍場 ending， 咁啊係過程啫，打法我覺得唔辛苦。我如果比較中意，我比較中意實踐多少少，比較實際多少少，因為我本身學國術之前，即係未拍電影，我都係學喺。香港打擂台賽，即係好少話打套招，即係喺即係我比較中意實踐，因為我比較中意李小龍啊，或者我其實我都好受我真係我教我公國術師傅冼林旭影響，因為佢都係喺一個擂台實踐翻嚟嘅搏擊冠軍。其實我比較中意係比較實際啲嘅功夫嚟。都是張徹，張徹都比較很實正、很有搏擊味道的動作片。後期因為很興了一種叫動作灰鞋的動作電影，即係好似有時Jackie Chan 的咩成醉拳啊，咁一路打一路啲叫做技巧嘢啊、笑的嘢啊。但係嗰時嗰個風喺香港很多電影都是一樣咁拍嘅，咁我哋都要拍，一路打一路要做啲比較係有啲係比較幽默啲啊，或者係比較趣怪啲嘅動作啊出嚟啊，俾觀眾去睇嘅。咁啊當時就係未學過嗰陣時，咁啊盡量一路拍一路去學咯。咁好點講咧？即係有時係根本冇得學嘅。咁有時個指導度到，咁你大家喺個台嗰度兩個食人食飯，就揸個筷子咁夾嚿叉燒就可以打咗七日嘅啦。我哋就就咁樣打咗七日咁樣。台面打到台底，台底又打翻台面，喺台面又打個關得落地，就係咁啊拍咁啊拍咗拍一排電影。如果俾我嚟講咧，我其實我比較中意係實正啲。其實每一部戲。拍《太極張三豐》有過程辛苦的時候，但係當然咧喺畫面背後，我哋都有成班演員啊，都好開心嘅。咁啊，我記得我拍一場戲，同阿李連杰、同阿袁潔瑩一起逃避啲朝廷嗰啲兵士逃難。咁我唔知點解咧，三個人一路走。我走一個鏡頭，一個 wide shot 我就走嘅，咁三個人走到喺人群之中消失嘅。但我走下咧，我走唔喐，跟住我條褲甩咗，因為我哋嗰個古裝褲冇綁繩嘅，一路跑甩咗喺個膝頭哥困住兩個大髀困住，走唔到喎。跟住我甩褲啊，跟住其實我哋背啊 bad shot 嚟嘅，見到我哋其實佢哋兩阿李連杰笑緊啊，袁潔瑩一路笑緊，一路笑一路跑，好好笑我都。即係其實有好多趣味性嘅嘢喺度咯，即係平時拍戲好似好英明神武，但係好多時你拍緊嗰時，或者你平時英雄又好大俠又好，你要甩褲就甩褲，跑到甩褲，即係你會笑啊，好開心咯喺嗰個時間。
因為嗰時我哋喺北京呢個盧溝橋拍啦，嗰時就比較係夏天啊，四十幾度嘅，咁就忙裏偷閒啦，咁就未埋位啊，排嗰啲兵嗰時，因為嗰時有喺嗰時我哋有book咗成千幾個士兵我嚟做喺個軍營裏邊。咁啊，嗰啲副導演啊、指導啊、排嗰啲人企好啲位置咧，咁我諗都要兩三個鐘頭。咁我就中意喺個盧溝橋嗰個沙漠軍營裏邊，咪查太陽啦，查太陽油啊，曬下西光咪曬太陽咯。咁於是者都埋位咪埋位咯。咁啊喺嗰度都過得幾開心啦，喺嗰邊。張如磨平先生佢係一個，我覺得佢係一個比較。他用傳統的京派嘢，因為他爸爸袁小田就是一個豫長片裏面的最早期的武術指導，咁啊好多時嗰啲我哋叫大戲裏面嗰個京派的嘢，他而家再配合咗擺咗好多威亞同埋一種叫做有少少金庸小説，金庸唔知大家明唔明？金庸一個好出名，我哋中國一個武俠小説一個作者，佢擺咗好多嗰啲凌空飛馳啊，點樣一把刀斬落去個地下會爆破啊？咁佢係一個喺如果喺個武俠電影裏邊個畫面動作咧，我覺得係非常豐富，同埋佢諗咗好多嘢落去，諗咗好多嘢落去。如果將佢同第啲導演比，我就都幾中意我中意洪金寶，我中意洪金寶，因為我初即係頭先我已經講過嘅問題就係動作，我哋即係希望動作或者劉家良嘅電影，咁我就動作應該係比較係好實踐，好點樣有個動作係將對手去打低就。唔係一個點講咧？唔係一定個太多花巧喺空中飛嚟飛去嗰種動作。咁我如果比較我會 buy 呢個劉家良或者係洪金寶，因為佢洪金寶即係好多觀眾都睇過佢嘅電影，或者成龍啊。咁佢哋初都係好習慣咗李小龍嗰種動作嘅，係好真係一腳就踢埋佢個頭就跌低㗎啦，冇花招嘅。冇花招嘅，真係一拳一腳。咁我哋嗰陣時喺八十年代睇，我哋做演員都係揾佢哋嘅動作嚟做指標。即係覺得哇！睇住洪金寶、成龍嘅戲，咦？佢哋啲腳一踢埋去，唔會係好點講啊？係一個畫面動作。是一個表演式動作，佢話俾你一走埋去就一腳就踢到嗰個人飛開好遠。嗰啲武師、嗰啲 stuntman 個個都打得好慘，打落地打到真係下下打頭打腳跌曬落地下。你覺得嗰錘係好重嘅，係好有 power 好有力嘅，同李小龍個電影一樣。咁其實我就比較中意嗰種電影多啲，咁就但係講起上嚟拍洪金寶或者劉嘉玲嘅電影係比較辛苦好多，因為嗰種體能啊、動作反應啊，同埋嗰種拍慣動作片嗰基本嗰種下意識嗰個動作一定要純熟，唔係拍嗰啲戲咧，好容易會受傷。好容易會受傷，因為嗰種係，因為打得太實啊，係冇得預，咁啊變咗好多時。你睇下成龍拍戲，好多武師都受傷；洪金寶拍戲，好多武師都受傷。即係但係出嚟，我哋會係幾反而中意嗰種動作多啲。